厕所对冰箱，其实一样的概念呐、啊、哦。厕所对任何位置哦，最重要就是说还是你厕所的环境啊。那在第二个就是说你厕所门跟你刚讲的这个冰箱的一个距离啊，如果距离它是大于200到210公分，再加上你的厕所的环境维持的是干燥、干净、整洁、明亮的话呢，那不会有问题，请放心。啊，心里面真的有挂碍的话，你只要再多加一件事情就好了，就是厕所门不使用的时候保持常关，这样就没问题啦 ，OK 啦，哦。像很多的这个坊间有很多的讲法会说，哎，那我把这个厕所门改成隐藏门，说没有这个门的这个形，那这个风水煞气就解决了。我先说我的观点啦、啊、哦，隐藏门呢，它有一个特质，我觉得还不错哦，就是说呢，它。这个门啊它会自己关起来，它会自己关起来，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。你说会不会因为让这个隐藏就是它的形跟墙壁融合在一起，结果让这个什么晦气、臭气、细菌就这样消失不见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啊，好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啊。